本节目由 UCG 提供。来了来了来了吗？来了。Dismal Crazy Badass Apocalyptic Savage Skills, smoking sexy style. 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 啊！我是山月月，哎，我是日历啊。对，我们今天又来，又来。算又来吧，这个游戏是又来。对，这个游戏去年是播过的，在那个它是那个 PID Games 那个法国的游戏发行商发行的游戏，然后现在终于正式版对看到了。能回去。然后这游戏的剧情也挺啊，能回去，挺生草的，就是。人家说就是女主要找爹吧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对，女主要找爹，爹抛弃了他们。然后他就，然后他找爹跟一般的找爹不一样，他找爹是我找那个臭老爹揍他一顿的这种找爹。是。他这个游戏虽然是欧美那边开发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名很文艺，主角叫西春，西就是那个夕阳的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春西，不好意思记错名字了，我们刚才说的是西春，听起来突然好像是大观园里面的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一些维吉尔啊，一些维吉尔，有冲刺了。我记得之前我们试玩的时候，走到这儿都已经学了很多招了。对，他那个防御是不是死按着对防御？啊，是弹反，也没严格到这种，但只能维持个几秒吧。也是，弹幕说有画风感觉像永恒传说，永恒哦，哇，老玩家了，那的确是老玩家，的确，不过永恒传说还要好一点吧，永恒传说可能相对还会好一点。哦 ，X 是弹反，弹反还蛮核心的，来试一下。我话说回来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？橡皮人。橡皮人造人，这边哦，隐藏，哦、隐藏，哇、哦，三个宝箱，看看说什么？我不识字，哎，虽然这样说好像有点奇怪，但是主角跑得很快，让我看起来非常的舒适。最近在玩一款主角跑得很慢的游戏啊，那是真的慢，那是真的慢，就不点名了。其实这种银河城游戏的话，主角移动速度还挺影响的游戏体验的，本身就是一个跑路为主的游戏嘛，对吧？哎。他们会被这个篮球打到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试玩的时候不是有一招特别牛逼的，就是他可以把剑扎在别人身上，然后吸血。好像还没解锁这个系统、嗯，也有可能是我们挑了教学。我操！哦，我们挑了教学，不好意思。是啊，是挑了教学。我们挑了教学。首先跳了一个基础教学，然后学会了这个剑之后，哎，也跳了教学。那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看我们操作，嗯，哎 ，BMI， 真的好像未来的绝了。随便挑一个地方吧。哦，他这一段是加了那个 Fred Level， 你看他有个难度，之前是这些直接一个三星，我看看有没有一星，两星，两星，碎片平原，有地图吗？这个哇，好家伙，这地图，这地图，找回失龙珠雷达，这是我们来的地方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芦苇叫空中要塞，哇，四星，这好吧，但我这个是正常一点路，也还行，其实还行。啊啊啊！然后再回去，然后再敲一下吧，再回去。哦，这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这还挺有意思。
他为什么要设计成两个平台呢？好问题哦，靠啊啊啊！等等，我操！哎，等等，师傅还没还没上车呢，师傅还没上车哦，还能走，还能走，哎呀，但就只能硬走了。还行吧，血多，应该能跳过去。不能啊！哎呦哎呦，好家伙！哎，全撞一次，全撞一次。要死在这很奇怪的地方了吗？太搞笑了，师傅还没上车，哇！啊！差点给你带回去了。哎呀，这如果你刚才没来得及躲开的话，是啊，我撞死掉回去，那就是节目效果。哎、对，能回，能刻意的节目。这平台要回去，要能回来吗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嗯。可能到后面变成十了之后，你就哦啊，还有倒计时，哇，绝了！对，不能敲他一下，他只是给你看一下时间而已。我靠，时间不快没了吗？我操！玩的就是一个心跳、啊。我要去干嘛呢？哦，这是回到起点。是这里。哦。好，拿到了除草剂。Easy。还真是除草剂，我瞎猜的，好家伙。啊！对，还会回去。两个都回去。然后该去左边，左边还有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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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有点难，但肯定是要先哇！就语言已经非常匮乏，只能用哇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。哇，突然就想下播了，对，突然就想下播了，就觉得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就今天到这里了。我，好，掉下来就会有一场强制战斗。哇，我就不觉得已经快死了。哇，但这个场地。挺什么的，挺强的。哇，他下面刚才还蹦了点话出来，是，对，什么毁灭与火太过得太快了，什么火，有人说什么火是什么欲望什么的。也不能说没有意义吧，但不要把这个当成战术核心来看。能破是要是好，但不能也不用强求。Nice， 非常的熟练。像这名骑士玩弄于鼓掌之中。